那啥呀？跳跳糖。啊，跳跳糖啊！那你吃那玩意儿干啥呀？姑娘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看看今晚菜系。糊的肉皮，一会儿拌点肉皮。这是小黄瓜芽，咱再做一个柴骨肉炒黄瓜芽。肉皮刮干净，给它切成小条。排骨肉。来点香的大葱，来点大蒜，来点白糖、味素、精盐，来点陈醋，陈醋稍微多来点，辣椒油。嗯，筋道弹牙，酸辣爽口。姑娘啊，吃啥呢？姑娘，哎，不吃了，他把滋味都说了没了。太多了。对你少给他点是吧？你那也多，那一口多大呀？都吃一个鸡蛋了。今天雨停了，还说有大暴雨呢，没下呀。哎呀，这柴骨肉一会儿挑出来两把。嗯，丹丹先吃，吃完我吃。我们现在吃一起很费劲。咱把那个冷面热做做了啊，搁点葱香菜，来点盐、味素，来点胡椒粉。九台热面最主要的是得有虾皮子，来点生抽，这玩意儿要得一醋的话，搁点醋就行了，我不放了。这是吉林省的啊，吉林省的细冷面，跟咱们黑龙江都一样，这种冷面细的。辽宁嘛，它粗不少呢。我乐意吃软和点的，这玩意儿呢，要不是乐意吃软和点的啊，就是过下凉水也行啊。我乐意吃黏糊的。正宗的九台热面啊，是放花椒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太淡了，搞出荤油贵。两个下酒小菜，一碗面条。啥子？你给他洗澡去呗。要咋吃这饭呢？知道了，他问你咋吃。嗯。太香了，姑娘下来了。你不跟他洗澡了？姑娘，给爸爸，爸爸给。多孝顺。
给姑娘妈妈给洗澡去。快洗澡去，要一会儿扒拉他扒拉撒就完了，还搁那坐拿稳呢。过来了，去洗澡去。不，妈不吃了。咱妈没放嘴了。下了，下了。走，你把爸不吃了，爸也走着。你惯你一天，看揍他两回，我看他还敢抱不？干啥去了？这面条太好吃了。爸爸，爸爸。我不吃了。拜拜吧，没法吃，等洗澡再说吧，慢慢吃。拜拜。